I'm hungry now. OK， 为我的王子来做早餐了。是有特别的做法啊，这个。呀，他们说这个是所有的马来人他们早餐的一定要吃的。啊，我有马上学习了，希望可以做个好吃，应该也不会太难。他们的组成呢很简单哦，我先把成品告诉你哦。一个是半熟蛋，嗯哼，知道？一个就是自己做的像 sandwich 一样，只是里面加的东西不一样啊，对。要先把刀叉刀找出来。当你进来的时候，杯盘什么都有，然后你要饮料这边通通都有。这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很便宜，专门在煮这个蛋的。啊，随便这附近都有超商，十块马币，差不多十块马币，台币六十七块，二十块港币。加热水丢进去，它是水自己会被吸进去，水会漏完了之后，那个蛋拿出来就好了。OK， 你那个蛋就是滑滑嫩。我不相信。We try。好啊。We try。是很生的那种吗？没有很生，没有毛，没有腿。OK okay。I know what you mean。没有血管。就是。哦，它就是烫一烫，其实。就是那边呀。它慢慢这样滴滴滴滴滴滴。它用滴的时间去控制它的时间的长度，好厉害。嗯。Smart。好，那我们来做面包，好吧？面包基本上有几个组成，一个是 butter， 嗯哼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酱。开亚酱是以香兰叶为主，嗯，哇，所以它是甜甜的东西，哦、所以做起来很简单，香非常非常简单哦。好，哇哦，它有一点点椰奶的这个香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可以多聊聊我们两个的养生的方法、嗯，如何青春不老，我可以教你。这应该我教你。啊，青春不老，我们两个都，哇，好不要脸哦。开亚酱先，我要放上。butter 你要多少 butter？ 我一点点就好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是可以了。然后蛋也好了，我先把蛋白弄出来，这样你至少这个我不是在香港也可以做吗？是，但你没有这个啊，开亚酱。哦，对，嗯，会不会太甜？不会，不会太甜，挺好吃的。然后，嗯，这个蛋会很喜欢，小朋友会喜欢哈、哦。看，它就这样子，再见。哎，这个有点太生了吧？这个也不会，这叫温泉蛋，好补啊！这个真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一整天喝完这一碗回去，我们有一整天的。我要不要吃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早点讲啊！原来是不能吃的是吧？好在你 stop 掉。哎呦，真的差好多。加一点点酱油，加一点点酱油，对，胡椒，然后我稍微帮你搅拌一下。你可以生吃，这样吃也是一道料理，或者你沾你的面包，你 try，just try。马来人这样吃，它一定有它的道理，一点帮助。这个，然后来一点。OK， not bad。我再来一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已经做了一点。嗯，哇，这个涂的好厚啊，这个。真的哦，奶油。是店家做的，是吧？OK， 你吃一口看看，那好补啊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会不会比我的更好吃？我怕我回去变成一个大肥仔。不会的、啊，不会，我们录一天这样子而已。我本来想吃的厚的，嗯，我知道，我很有实验家的精神，沾一沾，觉得比较顺滑，因为它好像没有配什么饮料。我根本吃，根本大一点，我想要喝一口。他们没有沾完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喝的。OK， not bad，因为加了胡椒，加了点酱油。腥不腥啊？这个不腥，真的不腥。是吗？吃一口，真的。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你try一口。我们去吃椰子吧。Try一口， please。吃椰子。Please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一口，这是干净的，乖。啊！